好 ，BBIM2 问题的解决哈，在研习的时候有老师说无线网路上不去的原因，后来仔细查了一下，应该是 SSH 认证的问题。好，在开机的时候 SSH 执行的时候是失败。啊，后来我解决了 SSH 认证的问题，可是我又发现它这一个套件管理程式，啊，网络的套件管理程式是也是有一点小状况的。这应该是 ARMHF 的问题，所以只能手动解决。所以我的解决方式是，你遇到了这一个问题，就请你先按取消没关系，或者不理它，然后请你执行我新的版本上面有一个重启网路这一个的部分，请你按右键或直接按滑鼠两下按开启。好，这个时候网路它就会断掉，然后好要输入密码。好，这个时候网路它就会重启，它会重新抓，重新起来，重新设定。你看到它现在已经连上我家里的无线网路了。那你在连线资讯这边也会看到两个设备。好，也会看到两个设备，刚才有线的线路有点问题，无线的已经起来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遇到的无线网路的问题，采用手动的方式解决。